OK， 好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姨恩恩。这一集我们要来介绍的是阿姨子玩的风邪笑良。恭喜笑良 Miyawaki Sakura， 昵称小樱花，1998年3月19日出生于日本鹿儿岛县鹿儿岛市。名字由来是因为笑良出生的月份是在樱花盛开的三月，另外笑良母亲也期盼希望有好事绽放，因此取名笑良。小时候因为父母忙碌，所以笑良时常是由外婆照顾，相处的时间长，之间的感情也日渐深厚。笑良的父母对子女的教育非常重视，也很严厉，因此从小就学习了芭蕾、钢琴、游泳、英文等各式各样的才艺。小时候的笑良个性活泼，喜欢展现自我，引人注目，有十足的表演欲。在上小学之前，因为母亲喜欢音乐剧，在观赏四季剧团的演出后，就深深感受到音乐剧的魅力。但是升上小学，笑良的个性不像以前，反而变得内向害羞，甚至有点怕生，也逐渐发现自己没有运动神经而觉得丧气。在小二那年，母亲试着改变笑良内向的个性，让他参加了音乐剧才艺班。在那里，笑良找到了另外一个自己。然而当时在学校里，笑良过得其实并不开心，不喜欢自己，也压抑着自己跟着大家。但是音乐剧的课程改变了他，跟着大家一起学习，尽全力的唱着歌，发挥演技，是笑良最开心也是最舒畅的一件事。即使曾经因为练习过程的严厉，想要放弃甚至逃跑，但是最后回来发现自己还是非常喜欢音乐剧。笑良之后到外面参加了各种试镜，最后终于获得机会，那就是四季剧团的狮子王，饰演年幼的娜娜。在四季剧团的严格训练下，笑良体验到所谓的专业，也学习到敬业的态度，对每一次的出演，每一位进场的观众都要保持着同样的心境。如此的敬业和态度，也影响笑良在日后演艺的事上始终保持初心和一贯的态度。ナレワサレ，舍弃习惯，抛去习惯，是他当时学到的要点，是指对演出感到习惯安逸的人，请抛弃舍弃的意思。对自己而言，也许这次的演出是好几十次中的一次，但对前来的观众却可能是重要的一次，他可能就来这么一次，把每次的演出都当作是第一次。笑良时时用这句话警惕着自己。小四那年，笑良亲眼见证到了表弟出生的那一刻，生命诞生的瞬间让笑良受到感动，流下眼泪，并且埋下想当医生的种子。从那天起开始发愤图强，把妇产科当成目标，几乎是每天努力的在补习班度过，最后也考上鹿儿岛的升学国中。但是上了国中，心里还是有很多对未来的不确定。一直以来，笑良都有很多的梦想，除了医生，另外还想当演员和作家。看着同样出生于鹿儿岛的前辈柏木由纪在 AKB48 的活跃，也有了想当偶像的念头。另外，这时笑良还是有继续接受音乐剧相关课程，还到了纽约百老汇留学，接受短期训练，与世界各地的练习生切磋。2011年5月1日，宣布了要在福冈成立 HKT48， 并招募一期生的消息。当时升上国二的笑良，心动的认为这是难得的机会。虽然和舞台剧演员是不同的路，但是还是想闯荡看看。在母亲似乎不看好的情况下，在2011年7月10日，笑良录取了 HKT48 一期生的甄选。在10月23日首次公开亮相。11月26日，一期生们开始了首场 HKT48 的剧场公演。进入 HKT48 的笑良可以说是充满信心跟正面的想法，也很勇于发言并提出自己的看法。因为过去音乐剧的经历增添了他的信心，对 Center 也抱有很大的期待，但是音乐没有要主推他的意思，落选了 Center， 而且握手会也因为刚起步只来了寥寥可数的粉丝。这些看似是打击，却不让他灰心。他思考着为什么会落选，总是想着要怎么做会更好。他的企图心强烈，告诉着自己越是难过就越要加油，思考着要怎样才能吸引人，也把握着各样的机会。2012年3月4日，笑良从研究生升格为正式成员，并组成成为 Teenage。 3月28日，笑良同着前辈们一同探望了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的受灾户。在那之后，他产生了很多想法，也写下了一篇超龄的文章，引起了广大回响，感动了不少人。透过这篇文章，也慢慢开始有人认识他。但是时间来到6月，正要展开 AKB48 第27张单曲选拔总选举，那时的笑良又回到当初那对未来的不确定，
因为演艺圈的不定性，在升学和继续活动上面临了艰难的抉择。如果没有进64名以内，就从 HKT48 毕业。孝良跟母亲下了一个赌注性的约定，出道不满一年，而且在披露和剧场公演上都没有被选为 center， 让这个赌注的难度看起来是十分的高。结果后来在6月6日的开票日，孝良以6635票获选为第47名，除了是当时 HKT48 唯一入选的成员，还是入选的64人中年龄最小的一位。获得的第47名也让他能以 Next Girls 名义演唱 Do Re Mi Fa On Qi， 收录在8月29日发行的 AKB48 第27张单曲 Type A， 这是孝良首次参与 AKB48 的单曲。这个看似是赌注的一场总选举，成为孝良日后难忘的时刻。在那场总选举之后，他感受到很多的改变，除了开始获得粉丝与媒体的注意，也陆续获得了许多机会，入选了2012年8月15日发行的 AKB48 第二张录音室专辑的收录曲 Izukamida Amino Soko 及 Aozolayo Sabishikunaiga， 成为了孝良的出道作品。后来孝良更是在10月31日发行的 AKB48 第28张单曲 Uza 成为选拔成员，这是他首次进入 AKB48 的 A 面曲选拔组。然后后来在12月5日发行的 HKT48 第一张歌曲《初恋蝴蝶》，孝良却没能成为 center， 而是由才刚加入的二期研究生田岛芽流担任。当时公布 center 的时候，除了引来粉丝二成员的哗然和不平，孝良更是受到严重的冲击，甚至发不出声音，连录音都变得不顺利。那时他的信心备受打击。好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先说到这里咯。这次的影片做法可能比较特别，因为樱花的资料实在很多，那在我考量之后，我决定以主题加上实验序的方式下去做介绍。而且我觉得樱花在出道前的经历是很关键，不能舍去，所以在分段上可能会跟前几部的影片不太一样。希望这样的影片大家还喜欢，也欢迎大家做补充讨论。下一部影片就会介绍到孝良在 HKT 跟 AKB 这一段的经历。那今天就先这样，我是阿嫣润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